Hermes, beauty is a gesture. 爱马仕不严格谁严格？面对疾风吧！马仕包包，孔包，对。我们先看这个包吧。没有人想看爱马仕口红包，大家只想看爱马仕的口红。大家都很想要看爱马仕的口红包，并没有。有啊，并没有爱马仕口红包。如果说买口红送这个当做赠品，我可以接受。多少钱？4000加。买两瓶爱马仕香水吧，好吧。来，我们看看爱马仕口红本人。哦，很有仪式感，还是用他们家那个小橘盒，它是用布袋装这个口红啊。啊，不得不说，包装质感还是蛮精致的。这个它是磁扣的，它是蛮紧的磁扣，所以这个口红是可以拔出。哦哇哦。哦，就是说它是可以，那是环保嘛，对不对？以后只要买替换装就可以了啊，可以。这个设计挺好，挺不错，里面就是一个爱马仕的 logo， 膏体的上面没有做任何的一些就是内容，所以就是一支中规中矩的口红吧。整套16236。当当当当，哇哇，这么多，太累了。好了，我们开始试色。那么64号色很有名。所以你们现在对于你们买口红现在不是买颜色对不对？你们现在就是买品牌对吗？爱马仕口红它的切面太斜了，转到它一直有一点点出来对不对？这样不容易断。但是我这样涂的时候，我的下唇会，你看，会碰到这个口红的这个下面，啊，所以它的使用感受不好。不要太严格，爱马仕不严格谁严格啊？爱马仕不严格谁严格啊？啊，不跟你唱反调了。质地没得说了，就是我不会花580买这支颜色，没有任何的，就是爱马仕的感觉，有点荧光。Yes，Just So So 的 Just So So 是一般的，一般，就是非常一般，85。但是这个口红是他们筹备了5年才推出来的，所以我觉得跟想要那个颜色就是那个一样的，就是5年前的颜色。这个颜色就是，哎，是不是快到冬天了？或者是，哎，你是不是一个很喜欢玩机车或者是音乐草莓音乐节的女生？是你妈妈的那支口红，而不是你的那支口红。40号色，只能说我是到现在，爱马仕口红不是做给你们买的。No。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黄不黄？这爱马仕橘。那下次 Gucci 出口红是不是要把 Gucci 的那个两个 G 涂在嘴巴上啊？就是一抹 G 都是 G。哇哦，整个人中毒了，我的皮肤片变轻了。嗯，就是 Vogue 杂志的时候你可以涂一涂它，可以拿着它摆个 pose。女明星涂 Vogue 杂志的时候可以试试看，你应该就是被评为最时尚的2020年最时尚的封面的妆容。15号色，很多人在刷75。嗯，这支颜色有记忆点，而且很好看。这支颜色才叫做爱马仕应该出的颜色。这是一支很干净的橘红色，75号色，这支颜色可以买。哎呦，很漂亮。这支颜色最值得买。那个什么，第一支你们要试，我试的什么64还是85？64号色，巨土，超级土的红色。48，洋芋色系，是欧美人用的颜色了。这是啥？11。Oh no！ 好，50，有点要做梦了感觉。反正都是为欧美冷皮设计的。就是我说了，爱马仕这个口红不是出给中国人用的，真的，你们别买了吧。看这是 ，Oh my god！ 我想是这支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紫的紫葡萄的颜色。就像是失去神经，I want to try it one。94号色。哇哦，水晶葡萄，哇哦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葡萄男孩，哇哦，颜色挺显白的哦，完蛋了，我的嘴巴染色了，他们说，哥哥清醒一点，你已经是到失去理智了，42号色，哇哦。小队可以挑战一下死亡芭比荧光地狱，我不挑战吧，
十八层粉，33。哇哦！哦 ，My gosh！ 我刚刚瞬间有一种，仿佛看到了一个人的影子，吓我一跳。你是你爸对？你知道麻辣鸡吗 ？K。Let's go get a wave.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. Have a drink, clink, found a Bud Light. Bad bitches like me, it's hard to come by. 21号色，这支颜色超好看。我是没有瞎玩过。你帮我打开灯好不好？这支21号色里面有流星。Yes， 它有银河，而且那个银河细到你要用天文放远镜去看一看它，它可以看得到。一号色可以买它，很漂亮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这才是500块钱应该有的口红颜色啊！美们，如果想买爱马仕口红的话，21号色跟75号色加起选出来，值得买的爱马仕口红的两支颜色。这两支颜色的话，皮肤白的女生买21，是人间蜜桃的感觉，或者人间奶茶色的感觉。然后这支颜色是比较偏亮的一个橘红色，所以这支颜色必须要用什么？必须要用一点点的底妆，然后你的皮肤要白才可以会很好看，好不好？这两支颜色都会偏向于比较偏白的肌肤去使用，或会化妆的肌肤去使用，好吧？爱马仕口红的测评终于。答应大家的测评终于测完了，还有就是爱马仕的口红包不要买，我还没有忘记它。